人吞火啊，现在已经不稀奇了。现在呢，要看鱼吞刀。所以你吃到它上面呢一层的时候，是绵绵稠稠的酱的感觉。它的感觉呢，就好像 bolognese spaghetti， 它上面的那个 bolognese， 再加上 mashed potatoes 的感觉。它就放了很多的青菜啊，有萝卜，还有就是有一些肉类这样子啊，是很清爽的感觉。这个星期天傍晚6:30，和我们一起好假。